頭位嘅，先個坑先。咁喺度咧，首先咧，我要講恭喜啟豪，知唔知點解咧？因為佢首新歌係乜嘢名字啊？新年快樂！相信相信有25万 view， 仲有尋晚上咗去第一位嘅。上萬第一位，再見你啲阿叔，羅啟豪 ，yes！好犀利喎，所以真係要恭喜你啦！你而家仲有埋演唱會添啊，咁啊當然都要唱下啲新歌嘅，係咪咧？咁我又見你咧有接受訪問嘅時候咧，企埋中間先，唔好越嚟越褪開先。你話想 try 下跳舞，同埋剛才咧阿志恆我都有話要同你 battle 下跳舞，係咪新手方面都有落過苦功咧？有啊，其實我由比賽嗰陣時開始跳舞咧，咁就其實愛上咗嘅。係。雖然咧係出嚟嘅效果係即係比較搞笑多過即係型格啦，但係我唔介意嘅。但係依個吸 view 同埋吸 like 嘅指數係非常之高嘅。當然啦，嗱少少搞笑我哋係中意嘅，最緊要係中意你個人啊嘛。你跳咩都 OK 嘅。嚟緊演唱會會唔會真係有啲少少嘅性感？鮮肉的演出咁樣咧，性感就唔敢講， okay. 但係就會有突破。有突破性嘅演出，即係都會 try 下一啲嘅新挑戰 ，try 下一啲嘅新突破。可唔可以暗示多啲啲俾我哋咁熱情嘅 fans 聽，嗰個突破喺邊度咧？我諗我唔可以講住，我唔可以講住先。好，賣住關子先。咁記住啊，聽日2点啊，即刻請我哋買飛，就會知道呢個關子究竟係啲咩關子，究竟點樣 try 咗新嘅突破。不過呢個時候，我哋首新歌第一名嗰首新歌第一位叫咩名話？相信相信。即刻將個台交俾羅啟豪，為我哋帶嚟相信相信。原来几多变都识穿，刹那就是青春。
真再发现青春因我存在。我原来几多岁都懂得再叫唤青春，不过我期待世界原来几多年都识穿，刹那就是青春，不我要我过去被揭开，揭到自己未来原来踏过尽处都相信相信，从来无人能够不相信相信。